这牌还算是比较强悍的啊。两个炸弹，三代牌一把。一张五，还剩一张五。这个三代也不算小了，直接甩大王。炸的话先不跟啊，对着三代有优势啊。哎，这个必须炸掉的，最多有四张三。还剩下四张，这个麻烦呢。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对 K， 赶紧甩对二。有四张三吧，他现在也不敢出啊，这玩意儿超级加倍。过，炸弹。我这儿已经赢了啊，我这儿一炸，三带一对。超级加倍非常惨呢、啊。不要，怕死。我剩一张牌了。2400倍。这把牌就赢了很多豆子啊，11万。